邓杏儿开心，胡定欣未想结婚。胡定欣本周一现身为好姊妹胡杏儿的婚纱店撑场，个个一身婚纱的打扮，睇见都觉得幸福啊！咦，定欣，有传话你是继杏儿之后另一个新娘子，是不是真的？唔系、哦，唔系黄志文咩？但系点样都好，都唔会追过胡杏儿先嘅。即系佢一定要支持翻自己，佢一定要系即系第一个。咁我觉得呢个先系有意思。催佢结婚啊？唔使催噶啦，自动波啦，系啦。希望喺短时间内听到好消息咯。身边啲姊妹个个都好事近啦，咁你又有结婚嘅计划未啊？我啊，好开心，但系未有咁样嘅计划，系啊，未有咁快。咁但系我谂，如果今次杏儿去开咗一个婚纱店，即系喺呢一方面一定少，即系唔使担心啦，有照顾啦，系啊。听讲你唔再做男朋友嘅贴心膏药咯噃，咁你对呢个讲法又点睇啊？哎呀，嗰啲咧咁嘅字眼咧，其实咧我都唔会好理噶啦，即系其实都两个人嘅事，两个人先知道，咁我觉得都唔需要多解释啦，系啊，总之两个人而家好开心 ，OK 噶啦。